好，请排开。好，我们希望是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三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大家每一个岗位都做得非常的优秀，我认为是有这个成绩是意外，但是也不是那么意外。 就差一个就更加完美了，对，很希望托尼也可以拿到这个奖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了，托尼得不得到这一次的肯定，他也没有办法改变，他是一个最优秀的演员，所以对，有一点点遗憾了。其实金像奖是有用意的，因为。 我们戏里面有一句话叫“大成若缺”，有一点缺陷就会有进步。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看到更好的梁朝伟。 其实提名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那提名就能够获奖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。我能够拍到一代宗师和导演一起合作，然后跟子怡一起演对手戏，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幸运的。